不是妖怪。你说什么呢？我就是一只很可爱的猪妖。你刚才被妖兵围堵的时候，使了力了吧？可你的妖气没有变动，而是异乎寻常的平稳，所以你的妖气是假的。什么假的？我知道。 我是比你那些妖重啊，可爱一点、帅一点，但人家都说我妖里妖气的，哪有假呀？我也是修正宗仙家功法的，我也没有妖气。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弄假的妖气，因为我不需要骗谁。光看妖气来说，你顶多也只是个纳神境修为的妖怪，可我看你的实力，可是至少在炼神境以上了。 你说你跟我们一样是要去投靠恶蛟的妖怪，我打死也不信。你是挺聪明的，可在我面前，你还真想一直装下去吗？我没有必要瞒你。刚才在恶龙城的时候，我就无需瞒你。现在我想知道的。 已经知道了，我现在就要离开了。天河君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杀你。本帅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。况且，那只恶蛟应该已经闻到了你的气息，它马上就会来找你。我还需要你来替我背这个黑锅。